上个月吧，是离开有五个多礼拜了，啊，回到台湾，再到香港去弘法。那这一次在香港弘法，啊，做的是主尊是地母菩萨。我弘法了将近快三十年，第一次，第一次做附魔是藏密的，是这么样子的一种现象产生。 这个贡品哈、啊，一下炉马上就火化，没有什么样子说过程，说让它再慢慢融、慢慢烧，有一个过程它没有。你一现什么东西，那个火就马上把它吃掉，没有任何东西存在，你看不到有东西留在那个火里面。我们不管是烧什么，都还是会有一些时间。 还把它烧化的。而且那个火东西一陷下去，那个火势啊，是创差不多多高呢？三层楼高，全场哇，看到那个火势都会吓一跳，两三层楼高，最少两楼半到三层楼。你看那个炉的火多强！那事业金刚是连阳法师跟连净法师。 哇！你们看到他们两个在烧那个护膜，那个火这么旺，他们离那么近，两个人脸马上黑，那个火势啊马上烤黑。然后他们根本太热了，都靠不近，所以东西呢陷下去几乎都都被弹回来，因为对不准嘛，那个不敢看嘛，那个我记得那个林近法师啊，披着块布啊，都是这样子蒙着。 不晓得什么样子，但是火实在太大了，看不准，所以东西覆膜片下去是反弹出来的，没有进到那，太不能靠近。然后最后他想到一个妙法，就是那个盘子啊，那种是好像阿鲁米那种铁盘，有没有放贡品的那一种端的盘子？ 他是拿那个盘子陷下去就挡住，<laughs> <laughs> 他挡住那个跑来跑去，自己又想什么样子？反正总而言之，就是真不简单。他自己本身说他很会控制火的人，他都没有办法预料到这一场火供是这个样子。我也吓一跳，那表示什么呢？没给什么东西，他马上吃掉，表示。 主尊、诸尊下降，吃得非常痛快，非常享受，非常开心。否则没有看过那样气势的。因为地母菩萨，我们这里有没有做过地母？有。OK，因为地母跟我讲说，他希望我去传八八六六开，八八八八六十四，每个地方以八为主，就是说八坛，八坛。 八坛，八坛，八坛，总共要六十四坛到没有地母，啊、哦，听闻过地母的地区去做，去宣扬地母。所以那一天他告诉我，他多么希望人家知道有地母的存在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金母、天上圣母，甚至于学密教的杜母，啊、哦，密教的很多的佛母。 但是几乎很少人听闻过地母。那结果呢？你知道地母是所有统管一切财神的，任何想要发财的求的财神都归他所管。我们所谓的黄财神，我们所谓的白财神、红财神、黑财神、绿财神，什么富士四大天王、龙王。 什么山神水神，通通归他所管。你只要念得出来的财神的名，都听他话。结果这样子的大菩萨，没人知道。而且在经典里面，他还是谁呢？是金母的妈妈，是我们讲天上母亲的母亲，那就是我们的老祖爷了，阿妈了，祖母了。<laughs> 所以呢，当然比较老，比较没人知道。那金母都还要听他话嘞。我们还是金母生的。如果照经典里面讲，那真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么样子的一尊，没有人知道，而且甚至于根本没有人替他建庙。他没有庙啊，很少有台湾就一座，啊，其他分一个小小的。 你说他悲不悲哀？是不是呢？所以他就跟我讲，好像我有缘的样子。因为菩提雷藏是加拿大温哥华，他们建了一个地母庙，那请师尊去开光，师尊又要求他们好好发扬地母。结果他们很多年都没有好好的发挥，不知道什么样因缘，请到我去主持，然后拜托我帮忙发扬。那我去了以后。 今年是去第二年、第三年，我都忘了。然后自然今年第二年好像是第去年一年，今年再一年，好像蒂母就跟你结上缘了。好像没有人去做专门去做地母菩萨的护摩或是法会。那这样子，蒂母就在香港跟我这样子说：“说你要好好的发扬我的啊这个蒂母的法。” 然后就出现了这些奇迹。那最重要这一坛法会，他们准备了两个月的供养。我真的可以从供养当中体会什么叫做护摩。能够摆的、能够献出来的供养，大家都是买的多又多又便宜又高又大，但是精致的大家比较少供养。 什么叫精致？贵啦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大家都拼命的买的，什么东西都能够供，大盘都好。小个短袜，台湾话讲“小个短袜”什么意思？便宜又大碗。但是他们的贡品，哇！莲开法师打电话跟他们讲，能不能准备？ 一瓶路易十三酒，这是我们这里经常有这种现象。XO 是平常普通，上一上一坛几乎每一瓶都是 XO 酒。师尊说要供养护法，一定要 XO 酒以上，一百元美金以上不能买那些米酒啊、什么酒那一些的。买不起何买？不要这样子买一些便宜的。 一定要 XO 九以上，至尊这样曾经开示过。那我们这里啊，就延伸到 X 那个路易十三。路易十三现在不便宜哦，啊，现在你们知道不是 Duty Free 买的一瓶多少钱？有同门跟我讲三千多喽，三千多美金喽。我刚从台湾来，我在台湾做一坛父母，有人供养。 买一瓶比较，路易十三比较小瓶，不是大瓶，就要八万八千八百块了。八万八千多就要等于是快三千块了。如果大一瓶就更贵了。他就这样打电话去，我不知道路易十三多少年了，因为我不喝酒，我没有研究酒，我不清楚。但是呢，那边同门接到这方面的讯息，马上就去找。可是卖酒的人，他朋友跟他讲。 哎呀，路易十三现在是杂酒了啦，不是真的纯的酒了。买路易十三已经不是算好酒了，要买就买路易十三以前的老酒，五十年、六十年的。听说五十年、六十年要多少钱呢、啊？最起码都一万美金了、哦。他们买两种，五十年跟六十年。香港人很喜欢吃鲍鱼。 那个鲍鱼啊，最好的鲍鱼叫什么？五头鲍是吧？我不清楚，我也不懂，我也不懂这方面。五个五头鲍的鲍鱼就要一万港币，一万港币是多少钱？出多少？七一七哈，一七块，七块，一千除七块是多少？<千>七点一块是多少？一千,一千五百多，一千五百多除五个，一个三百块美金，一个。 这里有谁供过一个三百块鲍鱼来的？所以我就说，每一样东西，像珍珠，像这些钻石，像这些宝石，都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都是买人工合成的，一丢下去，啪，一下子就被弹到这里，被弹到那里。每一次就好像丢手榴弹下去哈、啊。 随时都要预防，不要谈到这里，谈到那里，哪里衣服就破，哪里衣服就就动。还要预防毁容。那都人工的嘛，合成的嘛，都不是真的嘛，应付的嘛，骗自己说那个是好的嘛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哦，一分钱一分货、哦。你看到那一坛父母，你就看到了。 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、最贵的，人家可以舍出来。砰！火这样子敲完账命，电啪就三层楼高了，吓死人了！差一点变公平了，我差一点变公平了，是不是？那真的是大供养了，真的是很可怕的。 我看到了那一种欢喜，那一种主尊诸尊下降受供的欢喜。他们有什么吃的买不到，吃不到，那是因为看到你的心，你的心真的打开来了。要求自己的愿望这么小气，怎么达得成呢、啊？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我报名什么了？哎呀，我做什么了？” 哇、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成，试试看这个比较，试试看这个比较。我最近刚在台湾，在我们的中心，现在慢慢有人听闻附魔的所求很敏感，我那边慢慢有人就会来做专谈。我跟他讲，没时间做什么包谈、专谈了，要一起来了，不然我每天都忙不停。 可是，就是有人还是这样求，实在没办法。后来真的有人求了，就真的给他来了。可是还是给大家，他还是以专谈包谈者的身份出现。我们大家桌子上摆得满满的，那个桌子大概比这个多五倍，五倍五倍的宽呐、啊，等于是多五倍的桌子，比这个还长，全部都摆满了。 哇，饼干呐，面呐，泡面呐，对不对啊？什么水果啦，什么什么，通通都摆满了。反正不要看到黄布有空就是了。那个师姐锵锵锵拖了一个皮箱来，就打开来，他自己也有带贡品。一打开，拿出第一盒，我就知道残了。 我们那么多人的贡品输他那一盒，我们这个礼拜所供养的都输他这一盒，那一盒什么？就好像那种长白山上的人参呢，一万两千块美金，就这样拿出来。我眼睛一瞄，踢了我们大家的贡品。<laughs> 全部都买那一些小个短碗，便宜又大碗的，是不是？单单新竹米粉那么大包，两百六十块就占了一个大角落了，是不是？买那个什么饼干啊、哦，泡面啊，第、哦、一样他就拿出来这个。 第二样，拿出那个什么燕窝，哇，那个燕窝，普通人家小小的，它燕窝，嗡,嗡，好大一盒，很厚一盒，哇，还有血燕，还有什么白燕，我对这个没有研究，我眼睛用一瞄，哇，到处都是饼干、泡面、炒米粉那一些啊，香菇哇，那么大包那些。 这是便宜的碎菇，还切丝的啊，弄干的。我一看，哎呀，对不对？第三包，他拿出好大的珍珠，那些宝石，那都是真的哦，很重的哦，不是轻的化成的哦，棒！很惭愧，护膜不是给人家在玩火烧火的。 附魔能够感应，也就是在帮助你的心舍得出来的训练。你的心能够舍到打开来，你就成了这一坛附魔你就成了。不然你参加那么多坛都没用，一坛就够了。所求的愿达成够了，那么有人就会问了、啊：这是浪费呀、啊，这都是钱呐、啊，这样烧掉就没有了。是的。 没有错，会讲浪费的人就是舍不出来，永远舍不出来，就是这样才会讲浪费，永远学不到什么叫做大我，打开心量，就是这样。你试一次就够了。你买五个橘子，你买得到；十个橘子，你也可以。你叫他带来一百箱橘子看一看。 你哪一天试试看，你真的心就会不一样感觉了哦，并不是花的钱多，而是你那个心棒。一百箱橘子，一个箱子有一百个，一百乘一百箱，一万个橘子，跟你买五六根带一包是不一样感觉的哦。你试试看，下一次试试看，不要怕橘子没人吃，供那么多。 真的，哦。所以讲可惜，讲浪费，讲为什么不捐给穷人？你试试看，你捐得出来吗？你就是做不到，你才会讲。这个就是逼着你去治，逼着你去学。就像现在十五号这礼拜天，我们要做 charity winter charity 的冬令救济了。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，每一年，你试试看，你全部去买新的去给他们，你做得到吗？一定是家里穿不下的、不要穿的，打包好丢给他们了。你可以去买他三十件新裤、新衣给他们吗？买一百件给他们吗？做不到啊！让他们也欢喜啊！让他们能够穿新衣过新年呐、啊，做不到啊！一定是家里拿不要的啊！ 穿的快，几乎都要烧掉了，破洞才给人家的、啊。你试试看呐、啊，那不是在给，那是在逼视人家，连你都不要穿了，你还丢给人家穿？你怎么好意思丢出来嘛？衣服破到那样，是不是？这个护魔想求马上能够跟本尊合一，跟。 火这个火天神合一，能够很快速，也就在于你能够打开你的心，你的心能够供出多少，你的心就有多宽大。啊，那一场覆没，连我自己都汗颜。我唯一的一次供出那个人生，那是人家的传家之宝。曾经我救过他们家。 所以他把他们家的传宗之宝一整盒跟我讲，没有行情，没有办法计算行情，因为这个人参野生，以前在抓他的时候是会跑的，活的。他们家的祖先，他们种种整个村庄在山里捕它，等了多久才抓到的？ 所以他整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，这么昂贵的，已经家里传了很多代了，现在送来给我，我一听我就供在我的佛桌上，供了也一段时间了。正好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危险，啊，听说中国大陆要发飞弹，我们就起见了四十九团的救兵在杜母。 我最后想不到有什么供养大的，我就把那一个所谓的传家之宝拿去供，我自己都没有吃到一片，一点丝丝都没有，全部下去，那还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哦，还是人家供养的、哦、借花献佛的、哦。如果叫你自己去买，你试试看，那个行情不晓得多少啊、哦。 算万还是算几十万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没有行价。如果轮到你自己，你看看，舍不得的，绝对舍不得的。小钱可以，要你命的钱，绝对拿不出来的。可是你知道，不求多，就求那个专注那一坛，你能够得到，你放得开，进到火中，完全跟本尊、跟主尊。 跟火一起，砰！没有分别，完全在这个光热当中，光明那刹那没有自我的想象，没有其他的想法，砰！够了，这一坛就够了。你做千万一坛都不够，这一坛你能够广大的供养，这是真的哦。我在香港看到这么一个反应，哎。 真的是，为了一坛供养，准备两个月，大街小巷都在参考，哪一个是最好的、最名贵的，能够让主尊、诸尊欢喜的？他们送我一盒香，香的盒子差不多这么大，里面六十支，跟我讲一支。 差不多一百块钱，很细啊，差不多电线这么细。六十支算钱，算支的钱，短短，你舍得烧嘛？还大家抢，香港是比较 crazy 一点啊，但是真的。 不是有钱就做得到，是有心才做得到。多少比他们更有钱人做不到？什么叫供养？所有的这些皇帝、国王，这些最有钱人，都是以前大供养者来的，都是以前供养佛菩萨、诸天来的。今天的大福分，让他们能赚钱，成为世界首富。 哪个国家的首富，哪个地方的首富，当到哪个国家的有名望的人，这是真的、哦。护摩就是在这一点，为什么能够所求如愿，快速感应，也就是在于你的供养。平常烧一支香，一次护摩，你供他十把香，一下子烧两年的香都在这一坛下去了。 这供养就不一样了，什么东西都这样，结果你会越来越小气。如果你曾经发过的，曾经越来越觉得哇这个贵那个贵，或是环境不好，哎呀这样那样，你就会计较。你能够供养过一次真正的所谓大供养，你的心就永远不会退了。能够有过那样子的经验，不会再小气了。 容易出了，容易做得到了，这是真实哦，这是真的哦。啊！所以给大家一个明白：护母能够得到佛菩萨诸尊欢喜下降受供。我第一次看到是这样子的，哇、嗯，丢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就没有，至少还要点消化过程都没有，轰、嗯！ 嗯嗯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。哇、啊，看得很舒服，很爽快。哇，那个六十年的路易十三，哇，不晓得是几万块美金的。嗡、嗯，我记得第一次我妈妈来参加我的葬礼，父母，我就拿起一大盒的冬菇，日本冬菇。 哇，很大块！我叫供养，一丢下去，我妈在旁边帮我照顾小孩，我就听到她在叫：“偷贼呀，<laughs> 浪费了！”台湾话叫做“偷贼啊，浪费呀，偷贼啊，还进、啊、好家呢，那个很好吃呢，<laughs> 在旁边骚扰我。” 害得我等一下还要再拿一把什么，就不太敢拿，赶快换到这边拿。一路念到底，念回家，因为他从来没看过烧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，是买来的，不自己放在自己肚子里给火吃，浪费呀，真的浪费。你跟他讲什么，他都听不进去，因为他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观念。 他所有一辈子所赚所得，就是给自己、给自己的小孩，没有其他人了。这一般人就是这样，所得所有就是给自己的家人，不会随便轻易给没有关系的他人。这是一般人的观念。我们今天练习这个父母，就是要给大家，大家就是我们。 众生就是我们，别人得到，我们自然会得到。我们的那种无形付出的这一种心态，不是金钱买得到的。能够给的人的这一种感受，不是金钱买得到的。这是真实的，不然你试试看。礼拜天我们做东林救济，不管里面你参与多少，你看到那一些人来拿。 你那一种感觉不是金钱买得到的。你看到人家拿你的东西，也没有说是谁给的来跟你道谢，但是你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的所求者，带着他可以满足的东西，衣物或食品回去，你看到那表情，你心里非常愉悦的。虽然那些东西，哎，也不见得多好，除了吃是新的以外，我就说嘛，你能买多少新的衣服送给人家？ 你买得到吗？你出得起吗？都是穿你用的旧的，才给人家的，因为不敢要求大家买新的来，只能开口八成新的，你们没用过穿到的捐出来。其实我很想说全部共新的，但是大家的心还不到那种训练，很难听进去。新的不自己穿，给别人。 一定马上第二个念头就起来了，可是这个念头一起来，那就障碍你了。所以我有时候想讲都讲不出口，因为我一讲，你没有到达那个程度，你回应过来是障碍你的福分增长，你又造业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多时候看到这个人说，这个人做，哎呀，很想顶个嘴，很想去叫他。 可是我知道他还不到的时候讲了，他马上就反反了，以后所有的功德有时候一下子就没有了，就很怕讲。我试过好多次，他只要有一个想法不是赞同，发出这样的心量，哇，他障碍了，他所做的一百件功德全部没有了，哇！我已经试过太多次了，就变成有时候，哎。 还不到时候，哎呀，在他障碍的时候光照一下，好了，不说了，说了否则他所做的十年都没有了，二十年都没有了，这是真的，没有几个真的说了马上嘣，增大智慧，当下开悟。你万一如果来一个大地震、大海啸，你还有什么啦？ 你还有什么保留？逃都逃不掉啊！给你机会呀、啊，给你福分呐、啊！我们加州随时随地嘣就没有了，像百年前的大地震啊，全部夷为平地呀、啊！你又是再来的人呐、啊，搞不好以前就是被压在下面的，又诞生回来呀、啊。 让你重新体会啊，重新改过啊，重新再做啊。你像日本那海啸，你们回去看看纪录片。当那个海啸倒灌的时候，哪一个人跑得掉？那个房子、那个汽车、那个首饰，不要讲金钱了，通通都没有了，涌过来，涌过去。你像那个南亚大地震，那个那个阿 Z，雅吉省，晃。 等我下飞机到达，开车两个半钟头，没有看到一栋完整的房子，一片完整的墙，通通没有，瓦解了。两个半钟头开车，你知道多远吗？没有看到一个好的，没有看到活的人，什么是什么，舍什么不得？你命中有这样子的灾业，你没有去消。 要有尽积所有这一世的，通通都没有，又白活一世了。不管是几岁人，一来就全部清洁溜溜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要让大家有智慧，要增长智慧不简单要那一根筋啊，敲到了，嘣啊开了。供养佛菩萨。今天我们利用种种的关系，你们利用我这个中间人。 去邀请最首富，世界最首什么最首富也不能讲首富，他有权，他有力，他有名，那叫怎么讲？这世界上有谁最有 power 又有 money 的？奥巴马不见得，他总统有名有钱呢、欸。啊，Bill Gates 有 money 没有名哎、欸，没有权呢、欸，我们这世界上谁最有钱，谁最有名？ 好像没有哈、哦，有钱的并不见得有权，有权的不见得有名，有利，有哪一个可以讲得出来的？你们告诉我，我请一个这么样的的人要跟你见面吃饭，你要请吃饭，给你安排吃饭，那一桌豆腐干、豆腐乳、稀饭，笑死人了，马上被 处决，触觉怎么有可能？所以你说你要跟他要求什么啊？希望他帮你什么？天天每次都跟你们邀请最高的下降。前面什么？我看一看啊，怎么能成就啊？ 怎么能增福分呐、啊？怎么能够增智慧啊？我也说过，我帮助了这么多道场，只有一个道场让我永远记得，就是德州密仪雷藏寺前身的密仪堂。他们请我做一坛黄财神真义父母。他们说他们租了什么房子，一直没有自己的道场，很穷，很什么什么。 人也没有，钱也没有，我坐下来了。怎么样帮助大家有钱、有福、拥有自己的道场？我就坐下来。要开始前，我就抬头看看四周围，供养那一些东西，怎么有福呢？怎么马上能够拥有自己道场？我就马上就抬起头来，我就跟大家讲，大家听好。 我现在这里有一个挖工，我那时候把它倒起来一个一个贡品的碗，我这里有一个碗，我现在从这里传过去，传到哪里？你们身上有戴项链的，有戴耳环的，有戴手镯手链的，有戴脚链的，全部拔出来，强迫你看看我这个大强盗，你 全部拔出来，不管是你订婚、结婚的父母亲、祖先送的，通通给我献出来。马上有人就马上抓啊,啊,啊，马上藏。这个旧了，活菩萨不要用旧的，呵呵要买下一次。我说活菩萨不嫌脏，你们全部放下去，我用大杯水清净，不要担心呵呵，害得他们都没后退之路。 只要今天身上有带的，全部放下去。我这样讲啊，哇，那个碗传到前面，哇、啊，我你可以看到千颜百色啊，舍不得的，有的很干脆就丢下去，有的啊啊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拿不掉、啊，很多声音，很多声浪。那、啊、最后我在那边等，还有哪一个没有拿下来的？ 啊，刚刚还有谁没有拿下来？要不要我下去检查？哇，这下子衣服弄高了很多、啊，然后就最后再再扫一次。我要下去检查了。哇，这下子没有办法当场藏啊，所以就就乖乖的拿出来了。这样绕几圈拿过来，整碗那个碗里面满的。 满满的都是纯经验的，我拿起来用大杯水清净，那个嗡啊哄。感谢师尊加持，感谢黄财神赐福，给今天所有在座者，给今天这一个道场密仪堂，他们求道场，请赐给大家大福，为众生得的大福啊，砰！ 就陷下去了，这一陷，马上福分就增长了。我给他们的龙王宝瓶，马上下大雨，大太阳，马上那个雨反反过来进到这个屋子里面，还淹水。我说发了发了，水吉是才发了。然后他们说没有宝瓶，叫他们修，他们说没有。 我回来寄三个宝瓶，快速寄给他们，他们开始修，修完马上就献出这一个教堂。一百万开价，跟我讲没钱，他们就四万块钱哦。我说跟他杀价，跟龙王求龙王，啪，就变成八十八万五千，他们就四万哦，要去跟人家签八十八万五千了，哪一个人敢这样子？ 我叫他们签，他说上司不行啊，万一签下去，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会被告的。我说不必怕，钱的事情我来负责，因为他们福分增长了，我就能够帮到他们了。以前没有钱，再怎么添这个沟还是添不满，所以我就带六七个法师过去，给我一栋房子，三天闭关，不要来吵我们。我就叫法师做什么功课，我自己做什么功课，我们就开始做。三天后开门了。 我说，观音菩萨跟我讲，这一次我会来帮你们筹款三十七万美金以上。他说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呐、啊，上次我说，菩萨跟我这样讲，我就这样子说，真的做不成，那我就封山了，对不对？不必在江湖混了，我比你还紧张哎，你在紧张什么？果然几天后法会完，来一个聚会。 二十五桌，只有五桌是真佛宗的同门，因为他们人很少。二十桌是外面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听闻过真佛宗，不知道从哪里拉人来吃饭，就跟他们讲话，没有东西义卖，只是聊天。我就个人中间就有人请我唱歌，我说我的嘴巴不唱一般的歌给大家欣赏，我是唱佛歌，我是唱佛音，我是怎么样？ 如果你们要我唱赞助，就大家就哦一桌一桌去赞助，拿个花篮去赞助。结果赞助回来跟我讲，上师四万美金够吗？我说够了，可以了。我就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每一个字是几千美金的，就开始请大家赞助者好好的欣赏月亮，好几千块美金就没有了，四万块美金。 然后我就请法师也个个都去要求人家赞助，就这样子，全部完了以后，堂主冲上台，拿着麦克风，很紧张、很激动地讲：三年前，上司怎么样怎么样，跟我们讲三十七万美金以上。现在我们刚刚全部算好，三十七万五千美金，哇，叫出来，大家手都拍烂了。三十七万五千美金加他们的四万，就四十一万五千。 八十八点五除二，一个要出四十四万两千五，他们已经筹到四有总共四十一万，还差两万多，差两万多钱从哪里来啊？有一个医生到他们的庙，在法会过后几天，跟他们讲：“阿弥陀佛，我做梦，阿弥陀跟我讲，你们要盖庙需要钱，要我捐两万，我捐。”所以很多事情。 什么是什么？完全看我们自己，不是看他人。这个庙一半钱就出去了，就可以贷到款。他们也贷不款，是堂主跟另外一个同门担保他的事业，他的房地产就贷得到一贷到以后呢，就开始装修，开始弄。另外一半怎么办？他们的房子很大，他们的道场很大。 我跟他们讲，一半租给人家，你们用不到。以前也曾经出租给人家当学校，所以他们就说：“真的可以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就跟龙王求，一求，一请龙王，啪，就马上一修，龙王就叫人家来出租了，九千块一个月。那是在十三年前，他们只要贷款两三千，马上九千就来，就稳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了。 早就付清了，现在都是一两万房租在收了。我见到一个道场唯一的，到现在印象还很深。我现在拿个碗去装，没有几个人有带啊，不要说没带，都丢下去没有几条，怎么会有福啦、啊？真的，我又拖又背的。 靠着我十方去利益众生的福，都拖得很辛苦啊！这个大庙要盖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这是真实话。所以现在又到龙王这里了，因为刚刚我在里面啊，不知道怎么翻翻到这一张纸，啊，这个是龙王要我拿，啊，上面是二零一一年。 十二月四号，龙王附魔，所以我们在十二月四号两年前做龙王附魔。在我出来上香的时候，龙王说了：“如果大家还有记忆的，那时候他说，三年内如果帮助你们紫莲雷藏是盖起来了，你们要供养我七十二尺供桌的供养。不晓得还有多少人有经，有记忆，有没有？” 你看看，曾经也有一年，龙王也曾说紫莲雷藏是建或建起来要在公园摆座，那是更早。但是现在这一个龙王他讲三年内，那么二零一一年的十二月四号，那就是二零一四年的十二月四号以前，明年的十二月四号以前。如果明年十二月四号我们的紫莲雷藏是盖起来。 我们就要供奉他七十二次，七十二次很简单，依照长度七十二次，一个桌子六次，只要十二十二个桌子。但是如果他讲不是就长度，连宽度，其实也不难。一个人要供一桌很容易，跟几个人 share 一桌也很容易。我们那时候就来看，明年十二月四号以前，是不是能够把智联雷丈寺盖起来？ 很多人问我，上师见到这个时候了，外壳都起来了，就换金身了。龙柱多少？金身一尊多少？很多人问，法师也说，很多人来问，都一直没给价钱，大家不知道怎么捐。我听了都没说话。我去到别人的地方，我自己又捐又摇旗呐喊的要人家捐。 有名目都叫人家做，为什么轮到我们自己的雷藏是我说不出口？因为不晓得多少年前，监牢地神出来讲，以后的紫莲雷藏是要分三种，三种的这样子的一个赞助。第一种是一般供养，第二种是智慧供养，智慧赞助，第三种是无相赞助。 无相布施，如果你们还有印象的，大家都蒙查查，大概没听过，再把它调出来。一般供养随意你，一块不嫌少，一万不嫌多。自慧供养在你自己的计划性，你自己要分期付款，要捐多少，你自己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是多少，在于你。无相布施，不管你捐多少，不记名。 完全不以真名显现，不计较，就是一路嘣，一栋房子卖掉也拿出来，但是不求任何的名相，甚至于右手做，左手不给知道。到哪边找这种人呢、啊？啊？到哪边去找？大家目标十尺、一百尺。 一千次都非常困难了，不要讲一万次，很难哦。你说呢？做一点点，全部世界人上的人都要知道，怎么叫无相布施？为什么煎熬？地神要跟我这样限制呢？所以我就不知道了。大概我只知道现在做什么功德，发什么愿，要承办什么快速感应。 紫莲雷藏是赞助，或是复持回向。我以前都会叫他们做经书啦、供养什么，通通我发现到很多的回应都是赞助紫莲的藏式感应的，都是赞助紫莲的藏式感应的。最近我在台湾做一坛父母，要支金木马上有钱，我就写我的名字，大家都结缘马上有钱。 我顺手旁边还有一片，我就写“金英府、众生，金英、众生及众神将。”然后后面也写“马上有钱”，可是我写“马上有钱”后面加了一句“大富子连雷仗势，金英府啪”，他们的级别啊，连品增阳，马上连跳三级。 他们全队来跟我感谢。我说为什么？就因为你们，哈、啊，让你们大父子连雷丈时而、啊、不是，因为我们的心打开了，增长智慧，所以我们的连品增阳三级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上师，我们是死的人，以前活的人现在死掉了。 所以每次你在讲钱，都跟我们无关。我们的想法，要钱是你们活着的人才在要钱，我们死掉的人不需要钱了。我们现在只求赶快往生，赶快超脱，赶快怎么样？所以对于什么钱要什么钱什么争议，对我们都没用。我们从来不求。但是你今天写马上有钱，大富子连连涨，是嘣，我们马上就了解了。 我们不要钱是我们的心态，可是今天要了钱是来大大扶持紫莲雷藏寺，这个功德你知道有多少吗？我说有多少？他上师你完全不知道，因为你以为你是紫莲花，你的紫莲要盖雷藏寺，以为就这样吗？不是的，目前为止真佛中。 由根本上是化成的十八大莲花童子，总共连他在一起，还没有一朵莲花留在沙婆的见世的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你们现在的这一代都走了以后，这个紫莲雷藏是立在沙婆的力量有多少？所以这个功德力有多少？师尊一不在，不是我在说，他们在讲给我听。师尊一不在。 我们第一代的所谓的颜色的莲花都不在，再来的下一代、下下下下代，以什么为主？有真正的这个名称的为主会过来的，会想要来看的，来朝礼的，来各方面接触的，这个留下来的力量跟未来显现在沙婆，不是一般人知道的。 所有再来的莲花，会以这个为主拼命涌过来的。你知道这个力量吗？连他们如果在诞生，都要靠向这个来。所以这个力量太大了，难怪你们这么多的艰巨，这么多的考验，这么多的阻碍。这个一旦起来不得了，而且这是在逆境中成长。 坚定的地位的雷藏寺，没有准你公开去盖，还到处不准人家赞助你盖，你依然能盖起来。你看这个实力有多强，这个福利有多强，这是老天帮助有多强，你知道吗？普通一个小小的都盖不起来，你能盖这么大片？所以师尊会说，北美洲最大的。 我们并不讲要最大，是师尊亲口说的。最大就是最大的福利的证明，最大的力量的证明。这是我们做了五千多个龙王宝瓶，七千多坛的父母，有多少人能做到今天这样来回向？这不得了！所以他们棒棒棒，金英府连跳三级。他们懂得了要钱是做什么，跟他们有关。 不是不没有关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曾经做了一坛随手拈来的一张附魔片，也要他们扶持，但是没想到他们的心一转，一看到未来，知道不赞助太可惜了。以后你们不管沦落到哪一道，只要你们赞助过，说得出来，马上福报增长。 马上你的业障就消减，这是真的。所以呢，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知道这个太太太太厉害了。今年的年初在接财神，我是最后一个做主持者。现哈达师尊拿了观想以后，赐福再带回来，然后就马上手指着我，指连雷藏式，我马上合掌聆听。 师尊的教师要说什么话？然后手他手就抓抓起来，往我的肩膀啪就打下去。哇！如果我不是像很稳的金刚的样子，我如果很瘦弱，一巴掌我就昏了。啪，五巴掌，杠快、盖起来！嚯！我告诉你哦，我如果没有撑挡住，我这一片就淤青了。 那么大力的加持，你知道多大力吗？打得多大力吗？那股真气啊，砰！你知道，你知道我是很容易想象的人，我马上就想到那五个风掌风出来是五佛加持，五光加倍，哇，不得了了！白、红、蓝、黄、绿，全部到齐了。 只连雷章是慌，我还没看过师尊加持一个道场见世是这么激动的，这个福分这样子的心声，我知道了，我了解，这个不是一般的，他应该再多封几个留下来陪我们。 而不是只有我们独撑沙坡，撑着夜障。很辛苦的，大家都能走，我们是最后走的。啊，牧羊士是,是最后一个的，但是很好，把整个上去的、不能上去的，全部又在提醒帮助他们，最后全部上去，值得。 这个雷藏是给未来的真佛宗来做这样子的终归之处，值得。所以这个赞助很不得了的。所以你们的公品供养什么样啊？嗯，怎么把你们带起来？有福分呐、啊，大福分呐、啊！我得到了，我真的从三百块美金到今天，我非常的。 满意我今天所有的一切，我不止今天自己可以好好的生活，我还到处去帮助各道场起来。我说过，只连雷藏寺还没盖以前，我帮了十一间雷藏寺起来，无数的道场，你们都可以去探听，一为上司走过的道场是怎么帮，你们都可以去探听。不求回报的，我们今天要建庙，从来不跟人家开口说你们钱给我们盖。 没有开口，拉你拉起来，你能做是你的福德，不需要我讲。有智慧的人就是这样，我不会去帮人家跟人家开口要求回报的。可是人家庙就起来，只要盖一间，就有人设计把那一间拿走，把那一个准备不是说准备跟我很好的那些人就赶走，另外另另立一批新的人员，我都没有讲话。 我只负责盖庙，我不管以后的结局。庙盖起来，总有人要用。只要有人用心，就有智慧，有福，实在是很不错。我有到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十一间雷藏寺，从没有见到有。你说非常了不起了，这是怎么样？足够的福分去帮助需求的众生。 那足够的福分从哪里来？从供养来。我讲过了，我这一世是供养来的，学习供养得到的。在给的时候不讲给，右手做的不给，左手知道。你拼命的要给人家知道，你的福分就薄弱，就流于名相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“无相布施”，坚牢地神说的。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尊佛像，给你用你的名字，给你的家人，给你的谁？可惜了，可惜了。你跟哪一根柱子写你的名字？可惜了，你只限于那根柱子。全部你来捐，都有了。不管哪一样你看到的踏进去，你都有一份。你融合于大了，不分一个小的了。 我相信见到地神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希望今天的这个开示，有心人真的有心要帮助人，不要窘处于自我、小我。你只要随意站住哪里，全部都是你的。去训练，由这个庙事来训练，由这个庙事来，就像我去年毕业生所讲的。 叫人家准备一杯水，叫人家准备一个东西，叉子、刀子都好，准备一杯、一包糖粉。我说，水是代表大我，一根叉子、刀子、筷子这些固体的，如果你不试着跟大我融入，你永远要保持自我的话，你丢到水里还是那一根不动不变。 还是找得到，你拿得出来的。可是糖粉一包，弄到水里，一下就融化了。无量的分子在这个水里，什么是你，什么是它，没有你要做哪一种？今天我们就是在学这些，怎么样融入大我，才用这些仪式来训练大家。火很烫的耶，你静静看。 像我们这样子弄，有同门拿温度五百多度哎、欸，一个人这么近五百多度在烤，你知道什么感觉吗？也许有哪一天，我觉得不做了，我 quit，不再做护膜了。我能够还保有这个脸皮是奇迹哎、欸，上万坛护膜了这么近，后退无路哎、欸，这么近哎、欸。 好的热不热？你们来试就知道。我现在是烧习惯，稍微忍一下那种热，哇，烫到这个里面。我现在幸好有一块红布可以遮来遮去，以前还不能把那块披布，至少这个腿部哇还保护，跟这个手哇好烫哦、啊。你知道有时候在的时候，这个手不晓得怎么弄，在比手印哇这么近。要你们看我这样稍微在退的时候就知道，在很烫很烫。 拿什么东西稍微不小心碰到那种铜的、铁的，哇，马上烫到那个皮一层就没有。哇，回去马上要浸在那个药膏里面，多痛，你们知道吗？还不要说有假的珍珠、假的什么跳出来弹的，一下弹到这里就受伤，一下弹到那里就受伤。有一次我戴眼镜，正好一个假珍珠到这里爆，哇，眼皮整片都红的受伤。 害的那一阵子，为了要显示我不要一红一白，也把这个擦红，两个看起来就红红的，不会觉得奇怪。啊，戴框的眼镜戴起来，人家就不注意。哇，不要把眼睛弄瞎就很好。所以这样子就是要带领大家真正的放空。你没有办法打开心量的训练，你进不了火中，把火引出来净化你。 这是真的，你试试看啊！买一瓶好酒跟买一瓶劣酒，甚至于你可以弄茶叶装在一个好酒瓶来骗都可以啦。你就是拿不出那个心，是自己没有人去查你做什么，给什么，是自己的心。这是真的哦。我曾经有过一个地方，我在拿瓶一瓶酒，护法就把我打掉。 我说干嘛假酒？我说哇，你们也分辨得出假酒真酒？颜色品质都很漂亮，哦，里面是茶水。你们说呢？茶泡的比较黑黄一点，也真的看不出来啊。你放在那里，谁供也没人知道啊。 反正打开来了，我们观想就倒在杯子，杯子就放在那里就没有啦。谁去想它是什么？你能做到这一步，我也没话讲啊。我们很多很好的酒瓶都丢掉，人家捡去装茶水，我也没话讲。骗谁呀、啊？真的，所以老天呐、啊，龙王，你们看着办，OK。 我们现在就靠你们了，因为祖师莲华生大士说：“今世法王莲生佛说，要盖庙要靠你们，所以请你们做主了。魔咒龙王众龙王，好、啊，魔咒龙王众龙王已经下降一尊龙王来帮我们买到那块地了，叫因果，现在已经化为世袭龙王。我们真的这一个地这个地方真的是龙王道负子的。” 所以呢，魔咒龙王，我们看了、啊，你说三年内，我们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十十号拿到准证建庙，隔年就是去年的三月开始动工，到现在，如果你们有空去看，外壳什么都起来了，那里面还是空的。 现在如火如荼在进行，连一尊大佛，有人跟我们估价五十几万美金都盖不起来，没钱给他，所以还在求便宜一点。是他估价错呢，还是真的这么贵？现在的行情每过一段时间就涨价，就涨价，就涨价。我们隔了一段时间涨价好多倍，好吧？ 我做龙王，再次请你帮忙啊！我成佛，你成佛，你成佛，我成佛，我,佛我们大家一起来啊！为了这个众生的菩提事业，如果在座的有缘轮回没有办法，这一次能够不再轮回的话，有缘再轮回，他有赞助，他有扶持，请扶持，我只能这样讲了啊！只能这样讲了。 我从开始有这个这个庙事要人家赞助，我就没有停过回向，不管有没有有形的护摩表，我就没有停过回向。像刚刚大家在写自己名，我一定要多写一个赞助只连雷藏使者，啊，他们本身的在缘未清的众生，迅速了业了解。 只要我还在我绝对修法回向，不只是吃真的，不只是我们这里走到哪里做到哪里，功德主主祈者一定都这样回向，赚到了啦！真的是赚到，没有人像我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一次就是有这个名字“只连两个字跟大家结缘，变成我有一个姻缘背者 然后姻缘背着，但没有办法。沙婆如果竟然要这样的姻缘，我即使升到天上，还是会下来，被没有办法被钉在十字架在地上。好，那一段时间没有下来，也会让大家个个进来都感应。只要哇一球，嘣，全身就被电电到。所以每一个到我们那里，来世每个人都开始抖。 每个都跳 disco，那、嗯、我们就放音乐，当，对不对？个个都感应，然后个个说的话不会不同，全部一样。因为如果是看到真的，全部都一样，我会让大家都看到，我会让大家都听到，没有一个人是不相同的，完全一统，同一，知道是？ 这一世的大智莲花童子莲花地位上是下来了，他的报身法生下来了，用肉体教很慢啊！我宁愿世世代代没有真的肉体，我用无形的来教，吓死你们，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对不对？不听话的，吓死你们，对吧？你即使看不到，在旁边。 大吼一声，正在睡觉啊！马上醒过来，赶快继续用念咒。马拉一下耳朵哈、啊、什么在拉我？那就给你看到我的脸。好好修，睡什么觉？多好！有形很累啊，有形就一个身体很累啊。化成千百亿，快一点呐、啊！是不是呢？ 化成千百亿块一点，好了，龙王说这么多就是要你不要看他们的贡品哈、啊，<laughs> 看我说的话啦。我保证啦，我担保啦，这几个橘子没什么啦，对不对？<laughs> 一叔叔也没什么啦。OK，你就看我啦。啊、哦，我说的话很好听的。啊，有时候佛菩萨在给分数的时候会把我说的话加分的，所以我要啰嗦一点啦。 对不对哈？给听不懂的人，给不知道的人听了，哎呀，有一点概念了。因为现在我的开示不是只有我们紫莲堂，已经是全世界出去了啦。金母的声音以后，十方都听到我的开示了。不管在哪个国家，五大洲都有人定定时在收听。他们说，除了师尊再来，就是我的最多。不听都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没事就看到我这个大肥脸出现。 到底这一期又在讲什么啊？这次又在讲什么？哇！他们变成每一天就是在听我的开始，都不要做事了。不管是听的，不管是看的，个个都很忙，因为太多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之间大家都接收到这个讯息了，而且大家听到好的还转给大家，上他的 Facebook，向他什么？哇，很多散开来。 我的儿子上个礼拜才知道，小儿子上个礼拜才知道，原来打进我的名字就这么多。妈，你这么多 page 还没有停啊？噼噼啪,啪啪，噼噼啪啪,啪啪，这个那一个，这个那一个，一堆。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这么多从哪里来？我知道了，原来我二十几年的开示全部上去就传开来了。 你听到哪里是你的缘分？你听到哪一卷，不见得别人也听同一卷，因为太多了。你知道二十几年有多少吗？如果像我们父母一天十坛，就有十次开示了如果五坛，就五次开示了多得一塌糊涂，我都没有休息过，对，都没有休息过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魔咒龙皇打动您的心，请帮助我们。 这个是您的功德啊！能够父持子怜雷藏事，您的大功德，大家的大功德，请魔咒龙王大力扶持。阿弥陀佛的化身，摩哈双莲池的主尊，大白莲花童子的化身，十七朵、十八朵，今日下降人间，祈请大力扶持。 真正的西方净土留在沙坡。请大力扶持啊！一九九七年，师尊在纽约，法王帽拿出来义卖，看谁的因缘得到。如果是上师级的，请到就是未来的法王。 如果众弟子请到，是得到传承加持力。一九九七年，莲花地会得到了师尊的师福，未来的法王已经定下了。所以，只连雷藏寺的兴建不是一般的姻缘，是给未来的法王继续弘法用的。所以这一，这次谁跟只连雷藏寺结缘？ 谁跟莲花立会结缘，未来法王必定读到他。所以，啊，师尊的第五十七集《神秘的五彩缤纷》也是这样子介绍：大智莲花童子、莲花立会，未来必定成佛。所以，这个道场才会今世有精英深重，民间的。 法师出现，来复持种种的一切，没有办法一一赘述，我心里有数。现在是时候一一的要去实践它、实验它了。二零零八年，师尊出关，在台湾开光及传授十轮金刚法，也把法付给莲花理会了。你们可以去看所有的记录。 复法者，目前还没有第二个被复法，所以这连雷藏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得到你们诸佛诸尊护法诸尊的扶持，我们都知道因缘。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人没有月经生小孩的，还没有人肚子里的小孩胎儿会念佛的。 这是神机，这是姻缘，所以这一所雷藏寺不是一般的，一般只是建庙，但这一所是真正与人不一样的是真正神机神奇建立起来的。所以摩咒龙王，请接令啊！莲生佛、大白莲花童子、华光自在佛、阿弥陀佛的指令。 天龙八部众父词，请接令旨，只连雷藏师，请迅速大力扶持，所有的法财人才迅速大增长。此作雷藏师是要广扬真佛，广利众生的，请大力快速灵感接令，大助完成。 所有的金身、星空佛塔等一切设施，马上定案，马上迅速善缘相助，马上完成。祈请大力扶持，种种一切阻碍破坏，马上迅速停止，让恶缘转为善缘，让有心者、存心者、福分者、智慧者、有缘者。 通通赶快醒觉，大力扶持，扶持者所有一切灾难，赞助者所有一切烦恼，皆能重转轻，大化小，小化无，所有的一切赞助扶持，皆能名扬两利。祈请魔咒龙王众龙王大力扶持，功果圆成，连品增扬。 首富得力，迅速成佛。莲花会领同众法师同门信众，诚心祈请魔咒龙房：「众龙王，迅速大力护持加持，一切顺心如意，马上圆成。唵玛尼巴米吽。好，我们可以。